师母，哎，我们呃在场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呃网络家人，大家早安。今天我要讲一个主题啊，就是预备一个充满爱的春节。再过三个礼拜，我们就要过过年了啊。那呃，春节就是过年了哈，所以在台湾，啊。 还有我们很多华人的地区啊，许多人的一年最重要的时刻，就是一个欢乐的家庭团聚。我们写春联、贴对联，一些文化的活动。好，那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呃交流，好，包括去拜访这个呃亲朋好友，好，人家也会来拜访。好，所以是一个呃很难得，大家可以有休息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很久不见的家人或者朋友见面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想到春节，讲到新年，你心中浮现什么样一个画面？红包。紅包 <laughs> 好，可以帮我换下一页嘛？哈，你想到什么？哈，想到很多喜气洋洋的事情嘛？哈，刚才有人说红包，好，有人说啊，这个讲吉祥话。 好，穿红色的衣服，好，那我们春节就是一个喜庆的一个日子哈，那很多吉祥话、吉祥的事情，那相对来讲不太吉祥的事，我们就尽量不做哈，所以很多人啊也会知道说，春节有很多的禁禁忌，我这边有稍微整理一下，很多不吉利的事情，春节都不应该做。我不知道大家。 记得几个，还是心中有这些，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春节好好像是一个禁忌，不吉祥是不该做。例如说，呃，不要讲负面的话语，好，例如说讲到东西破掉啦，好，死亡啦，疾病啊，好，这个在过年的时候不讲啊，不要去医院啊，过年尽量好，除非很必要万不,不去医院，因为觉得好像。 过年第一天就去医院，好像一整年都会有疾病。不要打碎东西，好东西掉了要怎么样？好什么碎碎平安啦？好，好像觉得那个破掉了，好会家庭的分裂，好像不好，甚至财务有损失。那不要什么扫地，有没有？就说哎，过年大年初一不要扫地，不要倒垃圾，好，那时候放在家里啊。这个好像会把财运、好运都会少出门。 甚至有人说啊，不要孩子，不要哭，好过年不要哭，不要哭，哈，哭声好像觉得对这个大年初一好像不太好哈，这个有哭声不好哦，家庭的运气也会不好哦，甚至不要借钱，不要借钱好，就是大年初一好，过年期间去借钱好像象征这个一年的经济损失好，就说啊，这个不要欠过年有没有啊？那甚至说已婚的女儿大年初一不可以回娘家。 好像带带带给娘家什么不好的事情，甚至不要做针线活啊。不过现在大家应该不太做针线活，但是好像不要拿尖尖的东西哈，好像那个尖尖的东西会会跟家里呀，还有家庭邻里之间会有针锋相对，好像不好。不要拿剪刀，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不要剪刀，好像会也是剪来剪去会有争执哈。甚至你有没有听过说不要午睡？ 不要睡觉哈！大年初一就睡觉，好像一年就很懒惰哈。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样过年起来还蛮多的哈？我这次随便讲几个哈，大家应该可以一直讲下去哈。是不是很累哈？是不是很累？好，这个春节照理说是一个非常庆贺的日子哈，大家应该很开心，充满了这个呃吉祥哈，然后甚至啊还有一些文化 但是这些禁忌、这些规矩，常常带我们很多的压力，哈。比如说，我们穿着红色的衣服，啊，贴上对联，讲吉祥话，好看起来就是要让这个画面跟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感受是一个喜气洋洋的。但是我们很深入的去思考，这些所谓的喜气洋洋，或者是呃不吉祥、不要做的这些禁忌，其实背后哈是。 隐藏了一种不确定感，而且甚至是一种恐惧。我们看下一页哈。新年的吉祥话常常反而是掩盖内内心的恐惧，像刚才讲那些吉祥话禁忌的事情，背后就隐藏了各种恐惧，因为对今年哈这个新的一年一些不确定性，例如说对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对健康。 对财富的担忧，好，都会在这个新年这一段期间，好像就会放大。好像这几天不要做这些，好像有一点不好的事情，整年就会没事。好，做了好像就会有事情。春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这个时刻，我们跟家人啊、亲戚啊，好不容易可以久久聚在一起，回顾一,一过去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但是比较起来，好，你新年的气氛。 跟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圣诞节，你会发现，同样都是团团聚团圆，呃，喜庆的一个节节日哈。但你有没有觉得氛围不太一样？好，圣诞节好像是一个啊分享爱的季节。它虽然也是团团圆，都虽然也是家人会见面，也会分享，但是不管信仰怎么样，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常常会交换礼物。 分享礼物、送礼物，好，一起吃吃饭，好，反而没什么禁忌，好，好像没有说什么圣诞节不可以，好，这个拿针线拿什么哈，呃，圣诞节甚至比较辛苦、比较弱势、比较难过的状况，哎、欸，很多人也愿意给予支持，哈，我印象很深，我很早以前我还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圣诞节那一天还是前一天，我我去麦当劳买买。買 买买东西吃哈，那我就看到一个流浪汉站在门口哈，但是那个这个就他就站在站着而已哈，不是那种很脏的，他就是坐就是一一一,一个人就站在门口，但但但是明显就是呃这个 homeless 哈，就是没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在我前面一个年轻人就走进去哈，然后就跟他使个眼色哈，那那个人就跟他进去，哎他就买了。 一份麦当劳也给他这样子哈，就是一个分享的。当你有需要，好，圣诞节是是一个大家很乐意分享的，还有这个支持这个弱势的一个日子了哈。所以圣诞节好，在我们的呃教会里面，大家都很清楚说，圣诞节的核心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象征了救赎跟新生，还有各种的盼望。 所以家庭跟朋友互相表达关爱、关怀，那它是一个温暖的，而且让人感受到被爱的一个盼望的时刻。所以今年呢，我就在想说，诶、欸，我们可不可以试试把这个春节过得像圣诞节一样？我们把耶稣的爱带到我们家人当中，啊，对周遭人的关怀，好，我们不是只是讲吉祥话，好，不敢。 啊，这个做做错这个新年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是要把啊耶稣的爱带到你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自己好像哦，好像很不够哈。我们可能是别人的呃孩子啊，可能是别人的孙子啊，可能是啊呃媳妇，可能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机会去接触平常我们比较少接触的人，而且有很长的时间。 而且更更好的状况是，这个时间大家也不知道该聊什么哈。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小哈，因为我们啊、呃、有神的爱哈，人家啊、呃、可能会因为你哈把这个神的爱带到这个家族而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来查考相关的经文，让我们做更好的预备，在今年的春节，我们来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这个经文第一第一个经文，我为大家准备就是这个呃。 呃，大家很熟悉的哈，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好，这就是爱篇呢。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好，这个大家常常念、常常听啊。但是我们今天好好的来查考这个经文，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在过年期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相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指引。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先来看第一第一段哈、哦。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随着春节来的时候，我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我不知道大家呃，在你的家族里面，或者说你在过去的过年，好这个春节的期间，我想很多人啊，虽然是啊家庭看起来都很棒，大家有很多人很热闹，好很吉祥，好很很很啊，都充满了这个啊好听的话，但是里面有非常多。 可能是需要互相忍耐哈，需要有一些哦，甚至里面有一些啊过去的这些伤害，或者说比较增进。那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记得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我们会跟不同的家人相处，不管打牌、聊天、看电视，好，有时候里面中间可能有一些小争执、不满，好，这时候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就变得非常重要。真正的爱。 意味着在困难的时刻保持耐心跟善意。之前看到很多这个过年的这个报道相关的报道啊，整理这个过年最讨厌被问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吗？哦，就是常常会被问哈，尤其年轻人，啊，你在做什么工作啊？啊，薪水好不好啊？那这个当然有时候很好，有时候不好嘛，哈，这个事情。 总是啊上上下下，那最重要，我们这个不见得你很愿意在很多人面前讲太多哈，讲很好或讲不好都有很有压力。但是你用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来回应，好，当人家问你说啊好久不见呐，啊你在哪里工作啊？啊你怎么换工作啦、啊？那薪水有没有更好啊？哈，那你可以说哦，我现在在我目前在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好，我能够发挥啊，而且感觉很满足，谢谢你的关心。 好，那这个就是很有智慧的话语。好，避免直接的就就针锋相对。好，甚至讲出一个心水的数字，但是又表达了对亲戚朋友的关心。好，一个感心感激的这种感觉，保持自己的礼貌，又留给自己一些隐私，趁机可以开启其他的话题。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啊。 还有很多讨人厌的问题哈，或让你觉得哈很不好回答的问题。例如说，过年时期会问你说啊，如果是年轻的啊，这个啊啊朋友常常会被问啊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对象啊？哈，这个单身的常常会被问哈。那结婚的就说啊有没有要生小孩啊？哈等等这些哈。所以这些问题哈，有关婚姻生育的问题，其实一样哈。这个亲戚家人都是很关心。 但是你又不太代表好，他们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压力，但是他们可能是很久没有见到你啊，他们可能是啊想要呃多知道你，或甚至他们想帮助你啊，好，让他们会哦让你觉得哦可能觉得不太想要回答，那你也可以回答说啊我很感谢你的关心，现在我们很专注在我们一些啊这个生活的规划，有好消息会跟你们分享，一样就是你要有。 这个呃呃要有这个呃忍耐好，但是也要有恩慈好，你要有一个感激的心好，那也委婉的表达你对私人生活的选择。所以爱是很久忍耐有恩慈，因为爱我们理解好，甚至感谢亲朋好友的这个关心好，有时候觉得啊稍微有一点点呃过头的这种关心，你应该还是可以在啊很久的忍耐有恩慈去理解。 好，去同理哈，在这个亲朋好友好，他们问你这些问题后面，可能好，你要怎么去回答？在基督的信仰中，爱是核心的教导，神的爱是通过我们去传递给我们。 其他人哈，包含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心中充满爱的时候，才有办法说出刚才我讲的那些比较建设性、鼓励的话语哈，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传递正面跟温暖的呃信息。所以，这其实是需要预备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有超过三周的时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 呃，接下来你们新年的一些活动可以来祷告。那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让我们有机会去讲出真的是造就人的话。这个、爱不只是显示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也显示我们对神的爱的理解。因为你的这些家人，神也是很爱他们的。你有没有办法？好，透过你跟神的关系，那你把神的爱也。 啊，这个呃，传递给他们，好，在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可以创造更更多的这种和谐和谐的气氛，更多的机会。你把这个爱，把它传传出去。那我们再看下一句哦，爱是什么？不嫉妒，啊，是不自夸，不张狂。好，这就是第二个提醒哦，在春节聚会的时候，家人之间很很容易哈，不知不觉中、无意中就会比较。 各种的成就，各种的物质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那个 YouTube 推给我一个影片，就在讲好这个，这個、是二手车商的广告啦，哈，说诶要开什么可以开什么车回家才能光宗耀祖哈，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你看连交通工具都会被被放大说，哦，这个是。 是不是光宗耀祖的车子哈？那很容易哈，就是在家族里面，哈会有这种物质的比较、成就的比较。这时候爱是不嫉妒，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哦。当我们选择不嫉妒，用一个真诚的心去祝福别人的成就。 好，你看到他，他哦，有一有一有很好的这物质，好，有很好的车或很好的呃这些成就，哎、欸，你真的是不嫉妒的心，其实人家是感受得到的。我们可以展现成熟和爱的态度，而且对家庭是一个正面的氛围。那我们应该对家人亲戚的成功表示喜悦，而且我们要祷告神哈，避免我们自己会。 嫉妒哈，就是我们会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有可能是对这个呃呃呃这个成就啦，好物质什么车子啊、房子啊，好或者是小孩的这种这个成绩啊、学校啊，好我们都很容易的做做呃比较哈，那不知不觉就会这样，因为在同一个家庭哈，造就了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文化，因为你不嫉妒。 好，举例来讲，亲戚可能赞扬说：“哦，某某人哦，这非常非常成功哈。”但是你最近真的是状况不太好哈。那你要怎么样不嫉妒的给别人有一个真诚的祝福？例如说，听到你的成功，真的觉得很棒，为你感到骄傲。好，这样的话，那你当然可以练习去讲出来，但是。 你如果是不嫉妒，你真的是为他祝福，人家也感感觉得到。亲戚朋友很容易比较，哎，小孩念什么学校啊？哦，那成绩怎么样啊？好、哦，然后都考上自优班啊？好、哦，那你怎么样说？哦，很积极的回应说、哦，每个孩子，可能你的孩子不是这么的特殊，这么的好像别人看起来那么的优秀。 可是神不是这样看呐、啊，可能神看每一个孩子都很独特啊，你也可以回应啊，说哦，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的天赋，有他的路径。好，我很高兴看到你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都有不同的发展。好，像这时候回应也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孩子，也避免孩子之间也会有比较。我这边想要特别在在讲哦，嫉妒增进哈。 其实是我们人本身的罪因为我们的祖先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我们真的很会比较，也很爱比较哈。我们人就是这样啊，而且嫉妒这件事情在家里面特别容易发生，而且还特别严重哦。你看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该隐跟亚伯这对兄弟在，在创世纪四章哦，他有讲到这个嫉妒跟愤怒的情绪哈。 在该隐跟亚伯，他们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是兄弟嘛，亲兄弟。那他们啊、呃，这个都献祭给神哈、哦。那只是神好、哦，这个悦纳了亚伯的祭物，神觉得哎亚伯的祭物比较好，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就这样的事情哦。哈，就是两个都献祭，好、哦、兄弟都献祭，但是神好、哦、悦纳这个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祭祭物。 结果该隐怎么了？非常非常的嫉妒，嫉妒到什么程度？嫉妒到甚至把他的弟弟亚伯都杀害。哦，所以家庭里面的嫉妒哈，是一个很大的呃一个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在这个大的家族里面，可能或多或少会看到这种各种比较哈，然后甚至有这个嫉妒增进的这些状况哈。那。 我们应该要来控制、处理这些负面情绪、嫉妒和比较，就是我们原有的罪。所以，我们这个呃，这边讲的爱是不嫉妒，啊，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那这个是哦，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哦，我们靠自己哈，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做。我们要预备好，好，我们更多用神的眼光来看。好，神祝福每一种。 把每一个人除了祝福你也祝福其他你的家人，所以神会给每一个人最好的一条路径。那我们要更认识神，我们才有办法好去遵守这个爱是不嫉妒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方面，在春节聚会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记得爱是什么，不自夸、不张狂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可以体现在一些情境。 里面，例如说，诶，有机会啊，讲到你个人的成就的时候，那你要记得，好，你要选择一个比较谦逊的方式，避免过度的自夸、过度的炫耀。当你问到你的人家问到你的工作的时候，诶，你可以趁机说啊、哦，我很感激，我有这样的机会拿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在那边学到了很多，等等等。 甚至你可以趁机说啊，我祷告了很久，诶，神竟然给我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工作，正好就超出我原来啊预期的一个期待，好，那也得到我预期不到的学习，在跟其他家庭的成员互动的时候，也避免让人家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的，啊、呃，这些啊。呃 这个自夸跟张狂啊，因为我们在过年时间应该会，呃，玩一些游戏啊，打牌啊，哈，这个呃，做做一些呃活动啊，哈，那这时候应该还是要以和为贵，而不是过度的竞争，或者是过度的讲述自己哈，呃，寻求关注。如果聚会中有人啊、呃、谈到他们的财富啊成就，那我们要记得不自夸不张狂哈、哦，避免自夸。 构成哈，让别人的话或者是啊啊、呃呃、变成负面的哈，而而是我们要想尽办法好把别人的成就好，我们多祝贺他，甚至把主题转在更友好、更包容的话题上面。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教导哦：不做害羞的事情啊，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什么是害羞的事呢？ 啊，什么是害羞的事、啊？那在圣经里面就是讲那些不体面、不适当的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见证然、啊、后所以啊，不管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一个呃家庭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就做我们觉得合宜的这些事情，好，符合我们的呃道德标准的啊。在基督基督的信仰中，这个话。 好，强调了爱应该是尊重跟纯洁，哈，不应该摄入很多不道德，还有影响到别人的行为上面。举举举例来讲哦，刚才讲很多问问那些很尴让人家尴尬的问题，其实摩种也是害羞的是我们自己哈把不应该哈太碰触那些别人不愿意讲的事情哈，那我们应该是更有礼貌。 好，更正面的，好啊，引导有更舒服的对话，甚至积极的哈，去分享一些更属于神的这种主题。所以这些行为，你你不只是啊，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只有语言上面的这说明，其实很多是啊，你的一个。 啊，呃，态度跟你的呃，呃，做做事情跟言语上的一个示范。所以，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家族里面也预备好，好，然后成为一个好，在家族里面大家觉得哦，你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哈。那这个也会让春节的气氛做出一个贡献。那这边有讲到不求自己的益处，好，那大家在过年中间还是难免会有啊。 呃，送红包啦，哈，还有这个呃呃，大家打打牌也会有一些输赢哈，这个礼物啊，哈、啊，这些哈、啊，那避免哈、啊、这个太多的啊为自己在物质上的收获，好、啊、去去放那个重点，而是强调家庭团圆的重要性，还有家庭大家开心和乐的这种价值啊。那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哈、啊。过年的时候，呃、啊，很多不同的观点，或甚至。 其实过度啊，以前的这种累积下来的争执，哦，我们要尽量的这个扮演和平的使者。哦，常常会听到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不要在里面有加油添醋哈。我们应该是要扮演和平的使者哈，保持冷静客观，倾听他人的观点，避免因为误解、小矛盾而擦枪走火哈。所以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家庭或成员之间哈之前的这些嫌隙，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让我们有新的新的这种呃这种看见哈啊，求主来保守我们，我们不要再去一直看过去的这些嫌隙、不愉快的这些经验那我们是不是有办法透过神的爱，我们去原谅、忘记过去那些伤痛？不在春节的时候， 在提出那个救救世啊，甚至我们有一个机会，还有我们去化解原来的那些冲突跟，跟呃用爱来遮掩我们过去的那些过犯哦。所以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在春节时间用爱跟宽容的心来让家庭来更和谐。我们成为那个家庭里面哦，可以让家庭和谐的那个使者。那最后有一两句就是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 不喜呃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春节的时候，因为你聚会的时候，我猜了哈，大部分的家庭在台湾很多哈，不会都是呃这个呃基督教的家庭哈，很多人都是不同的宗教，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状况哈。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时时机哈，去传福音。 大家有很长的时间跟家人可以在一起哦，很好的机会去分享个人啊过去的遇到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可以预备好你的见证，好，在过去的这一年你有哪些见证？好，那呃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呃来说说自己的见证，分享你是如何透过信仰好得到了各种力量，而且在你的生命有些变化，家人一定会有感觉的。过年前我们预备好这些见证。 我们也可以预备一些福音的信息。如果你可以，呃，在呃家人好奇的时候，好说啊，你怎么每个礼拜都要去教会？为什么你还要吃饭还要祷告？哎，有机会可以做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呃这个呃分享信息。那在过年期间，我们常会遇到比我们长辈的或比我们晚辈的，好，那那时候都是有不同的机会，好，你可以。 好，去分享你的信息，做个人的见证，而且可以大胆的传福音，因为毕竟是家人嘛。那他，他我相信在台湾现在是一个大家都很尊重不同的信仰，好，所以有机会可以真的去告诉他们，哦，到底神的爱是如何改变你，好，那你现在啊，怎么样依靠神去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的问题？我相信我我们的家人都会很想要听，很想要了解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这种交谈，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真理，还有分享你的见证。好，你要展现好这个尊重跟同理心。哈，当然也不是过度的啊不许人家。但是啊，你有一定的敏感度，但是呃，有机会还是多多的可以去把你预备的事情讲出来。所以，这是啊，不喜欢不易，只喜欢真理。哈，在这个机会，你可以来好表达啊，这个格林多前书。 好，十三章五到六节这一这一部分，那最后讲到四个凡事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在春节期间，我们要怎么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过年的时候，我们跟家人聚在一起，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要做这个包容，要了解大家的差异。好，那尽量不要见风插针，在那边批评别人。 我们看到比我们年轻的这些呃晚辈，好，那我们诶可以多支持他的计划，好，多呃听他们讲什么，好，那呃多给他们一些正的能量，哈，让他们家庭关系有时候有点紧张，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啊，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盼望，好，变成一个和谐解决的方法。如果家人有一些什么，呃，在一起工，呃，总是会一起煮饭呐、啊，一起收盘子啊，有一些小错误，有一些小瑕疵，好，也要忍耐，好，给对方，好，各各,各空间，好，去改善，那春节才会更加的和谐。那如果有机会传福音，好，我们，好，这个这个包容，好，相信。 盼望跟忍耐哈，在在我们在福音或谈论我们信仰的时候，好，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自己的信息啊，是有办法让家人理解的，是让他们接受的。这个其实是神会做这个功夫，我们就是一个使者。好，我们有机会接触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呃呃理解的真理来表现出来，哦呃，去说出来，把我们的见证去啊见证出来哦。那这个一定对。 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别人的生命，会带来改变。那当然，我们也需要忍耐哈。如果大家哈对我们的福音之疑哈，不见得啊，我有这样的预期哈。我们还是要有耐心跟温柔的态度。其实不用急哈。我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给我们，也不是一下就就就认识神，但是神那个种子种下去，有一天它就会长出来。好，所以我想要分享这个这些爱哈。 这些忍耐啦，好相信啊，盼望啊，我们这些爱的源头，好都是神呐、啊。只有神可以让我们这些爱好可以完全哈，神的爱才能够遮掩我们在家族里面、家庭里面的一切过犯、啊、缺点、啊、甚至医治各种的伤害。所以我要想跟大家再分享一段经文，是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 亲爱的弟兄啊，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这边你有看到，其实彼此相爱是我们好的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命令啊。那我们是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当然要彼此相爱。但是这个爱不是你很你有办法去爱的。 啊，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所以这个这一句很重要哦。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爱心，那一定是由神来，而且是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更认识神，我们要预备好，那从神来那边的这。个。 各种的爱，我们才有办法做到。刚才讲到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这些好，这个爱，好，这个源头，好，就是神神的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刚读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篇的这些经文，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要靠自己啊，要做到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好，也要做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哈，尤其在这个过年里面，我们遇到非常不一样的人际关系，甚至去到不同的家庭，因为可能去拜拜年啊，或者说啊这个啊去到先生或太太的不同的家庭，所以每个家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规则也好，或者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所以我们知道靠自己的。 是做不到的哈，我们是要靠好神爱的源头就是神。我们在庆典当中，我们不仅要分享食物和礼物，我们要分享神的爱。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哦，我们的过年哈，是不是有办法过得比较像圣诞节一点哈，我们可以超越哈，就是物质跟表面这些吉祥话，好这些事情。 好，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好变成一个福音的一个合唱？在春节的期间，我们依靠神，把我们的爱分分享给啊家人还有亲友。就像这边讲到的，亲爱的弟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神那边支取各样的爱，然后把这个爱在新年的时候给我们的呃家人朋友？ 好，我们要让他们，我们要包容，我们要相信，然后盼望，还有忍耐。所以在这个春节里面，我们用爱来彼此相待，用爱来建立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关心的一个基石啊。那是不是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哦，我又不是大家长，我又不是在家族里面最成就的人，我又不是一个。 家族里面重要重视我声音的人，其实不要这样想。其实很多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去做，神就会透过你做的事情，会对很多人说话。今年的春节，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好，透过我们的跟神的连接，去啊过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春节。所以我们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爱的源头是神，神的爱是完全无条件的。 远超过我们人间的爱，所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嫉妒，我们很容易增进。我们一直在这个里面去挣扎。我们去看到，不要说是别人嫉妒我们，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容易，好，跟人家做竞争的这种比较，这是我们的罪，哈，没有办法。但是在春节里面，好，我们不能只用这些吉祥话掩盖那些忧虑不安，还有试图营造那些和谐跟吉祥的假象。 今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依靠主，我们还有三个礼拜，让主的爱成为我们家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依靠神的爱，把它超越我们自己的限制，带到这个家族里面。所以有没有办法？大家待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就是今年的春节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春节。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彼此。 放下这些嫉妒，放下增进，而是选择理解、包容跟忍耐。说吉祥话，做吉祥的事情，不会带来平安。神的话、神的爱才会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都很了解这一点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努力，让这个春节不是只是关于红包、美食，而是把神的爱带到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家庭的团结、和谐、喜乐。 好平安，好都是因为你的努力，好而把神好借由你带到这个家庭里面。所以我愿今年的新年，你的家庭聚会成为你可以展现神爱的一个见证。让我们来一起预备一个不一样、充满爱的新年。谢谢大家。